my sweet baby。2月14号，也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情人节啦。所以呢，我今年邀请了一个单身女子，啊，特别不用担心。而且播出的时候不一定是单身吗？对不对？情人节我们决定要度过，就是呢，看一下，对啦，我们今天是做情人节便当。然后我们想要回馈给就是麦咖啡辛苦的工作人员。你知道青春节是跟喜欢的人度过的日子，为什么要送给？因为他们也没有。因为日本也有一个文化叫做吉利巧克力，送给喜欢的人的巧克力叫做本命巧克力，红梅巧克力。然后如果送给那种职场上的朋友，会送伊犁巧克力，吉利巧克力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有点像是伊犁便当，伊犁便当，对。好哦，那我们就来进到我们的料理台，然后开始边聊天边做菜吧。我们要来准备我们的便当 PK。那我先来访问，等一下，是 PK 吗？什么时候突然变成 PK 了？是要 PK 吗？是吗？有要吗？突然很紧张，要不要给大家评分？你有知道我们游戏规则吗？我找麦起来做便当，然后我们回去给那个工作人员们吃完，看谁的比较好吃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让你们觉得？对，我们说好吃就好吃。所以你做的是什么便当？我做的是台式的煎鸡腿，然后还有蛋包饭。等一下，蛋包饭不是很难的料理吗？蛋包饭是日本的吗？是吗？那我的话，那你呢？超级认同日本，就是。最终点是玉子烧嘛，玉子烧是日本的每一个女生都会做的一道菜。然后因为我的话很喜欢吃汉堡排，然后我相信很多男生们也喜欢吃汉堡排，还有炸鸡那些男生会喜欢的。真的吗？你上次什么时候料理？上次是一年前那个什么木料的料理大赛，没有，不止一年吧，我记得两年前有。然后就煎了一个很难吃的水鸡，你不要再讲了。哦，你哥更可怕，他的更可怕，不要再讲了。是要跟他交往面。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，就先来聊一下，就是你每一年都是怎么度过你的情人节？没有情人，在网络上看一堆梗图，很多网络上的人会就是嘲笑情侣的那些行为啦，干嘛？你有认真度过过？我有高中那时候我有喜欢的人，然后呢，那时候就是因为日本人是送巧克力的，所以我送他巧克力，可是那个巧克力是我妹做的，后来发现怎么那么好吃，我也想做看看。然后后来就是我也做了巧克力，然后送给我完全没有兴趣的人，我喜欢的人就问号这样子。真的？那他喜欢你吗？收到巧克力之后他有说什么？当下不会跟你说回复我觉得怎么样。就是3月14号，然后那时候就他送给我那个饼干，因为他是很受欢迎的人，最会踢直球的那种。毕竟我不会运动，我知道，很明显。哇，你跟他说嘛，小心一点。那时候就是他送我的饼干上面有别的画圈，然后就比其他人特别一点，但也没有在一起了。你的那个饭是要调味的吗？要，我要先把我的火腿跟洋葱炒香之后，我再放饭。我蛮喜欢那种就是不错的餐厅，然后一起喝 wine 之类的。要看夜景吗？或什么？可以，也可以看101之类的。没有。夜景吗？那你收到花一大的花会开心吗？哦，收到花蛮开心的。真的？我也蛮喜欢花的。女生是不是你都蛮喜欢花的？其实小时候妈妈很喜欢花，觉得为什么喜欢花？可是后来觉得花蛮开心的耶，就是。怎么
年纪长大了，当然是需要礼物了，但就是发不错，很好，礼物还是一好。你有收过什么喜欢的礼物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据点哎、欸，是不是酒喊在蒸我今天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情人节这话题很难聊哎、欸。因为我不是有很多那种，你是不是在呛谁气话还是谁？我没有收过让我任何觉得很开心的真的？嗯，好像从来没有。那你要问我吗？好啊，你有收过什么吗？赶快找一个人来聊下去。我的话，之前偶像团体的时候收过粉丝的礼物一个，让我蛮惊讶的。那个礼物就是他给我一个结婚证。就是我签名，然后拿出去就可以有效益。对，就是他已经什么都写好，他的本名啊，什么地址什么都写好，然后我就当然是那个把它烧毁，烧入碎纸机里。然后我后来在握手会的时候遇到他，然后我说你干嘛送我那些东西？然后他说我就想要娶你啊。然后我就你知道多少人想娶我？啊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呢，就是有人问我，有人问说，一个男生约女生，就是情人节的时候，一个男生约女生，有没有代表他喜欢他这样？你觉得有啊？情人节就是一个象征，就是情侣的日子啊。嗯、对。他如果在那天约你，不就代表他蛮喜欢你？要不然他干嘛跟你过？他就跟他朋友过了。真的、哦，对不对？原来你之前有被约是不是？没有。可是呢，我有一个经验，美容不一定要用哦。就是呢，因为大家都。看那种日本的漫画，觉得日本的小孩子收到很多可爱的叫做卡拉本，就是很多角色便当。哦、oh, ，对，所以我这次想要做这个 panda， 对，没错，还是泰迪熊，也是可以，就什么熊都可以。我目前的想法是熊猫了，好可爱、哦。那你呢？我跟你说，因为我是台式便当，所以我就是要有一个台湾的感觉。今年是兔年。还送他一只小兔子，是不是蛮可爱的？哎、欸，蛮可爱的耶。对呀、啊。如果遇到像我这么难聊的人，你也可以聊得下去。如果我都一直拒绝，我不就是今天？我今天已经很努力在聊天了，放尊重一点吗？你有讲过那种话吗？就是撩撩男生之类的，就是讲那种可爱撒娇的话。我很不适合可爱撒娇。你没有，从来没有做过。我没办法。他的工作怎么那么轻松啊？为什么我们天天要做那些事情？为什么要可爱撒娇、啊？没有，因为粉丝很喜欢看这种啊。那你可爱一次我看看，就现在吗？现在，很变家。好了。你感觉很厉害。你知道在拍吗？念念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情人节啊！我今天为了你做第一次手做便当，我的第一次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这样。好厉害哦！我一定会很尴尬。所以我为你第一次手工做便当。好，我的第一次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好，我尝试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情人节，我为了你手做便当哦，我的第一次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吗？是不是变红了？红起来了耶！我开始变成一个会撒娇的女生，就是哇，需要啊，就是反差萌，要不要？好，没问题的。加加，我们完成了。我
觉得蛮成功的耶。哎，你的很可爱。真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就过去麦卡贝吗？好啊，出发。对，哥哥，讲讲，给你们看我的便当。因为我这次做的其实是台式便当，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有赢面的。因为我刚刚看玛丽亚那个，感觉偏普通。这张这是我这次做的日式便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觉得光看都觉得一定是赢的吧。而且谁不喜欢日本的料理呢？嗨 ，Jelly 哥，可以帮我出来一下吗？因为玛利亚推荐说他知道你是万年单身，然后我们要给单身男子一点温暖。对，是吗？是单身吧？没关系了，今天单身了，今天是单身。对，你先看外观评断一下。你觉得可爱吗？男生收到会开心吗？应该会，还有个小爱心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先试试看看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二选一。噔噔噔噔噔，我就知道。那你觉得这是谁做的？这个应该是他啦，应该是对，没有错，因为这种在很日，对不对？日本的话，家里好像都会做帮小朋友做这种做造型，没有错。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个日剧，好像一个爸爸。单身男子的是，条件超好，单身男子。这样子吗？条件一番一，看一下呢，我是那个头不是力，就跟个意思。哎，真的吗？墨子，最好的单身男子。墨子上，吉祥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腹肌有腹肌。而且，要头发有头发，要头发可凹豆。它跟一般吃到汉堡还不太一样。是好吃的，是好吃的。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比较绵密耶。我觉得有点，是有点马铃薯的。对，今天是软一点。今天提起对不对？你们的设定，PS 跟猜的设定已经没了，反正就是两个。大概说，对不对？节目好难做哦。我的菜还有什么呢？好凶！どうですか？这日本烧是自己做的。对啊。他不吃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可能？有可能吗？好没礼貌的人哦！爆笑。笑出来，原本以为要夸奖的，没有，我已经起不来了，一直被抢，没事没事。今天的主题是那个情人节的时候收到这个便当，然后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这样这么残忍，对对，美味是我觉得很享受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好吃啊，什么？但有人说两个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私心是想要给妈妈。耶！ Yeah! 谢谢孟子。耶！好好吃哦。然后可能比较合我口味。你吃一口就决定了，这么失礼，你不给这个便当再一次机会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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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卖力还准哦，它很特别，它有个主题，它是这个就是很像那种，就是呢，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就是送给我们的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们，没错，所以要不要送给我们的经纪人们吃看看？那我现在吃完要干嘛？你要评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就是情人节收到这两个便当，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，不是你就喜欢这个吗？因为它看起来很吸引人，可是吃的时候这个有赢一点点。这真的是你做的？嗯，这真的也是你做的？对，这真的很好吃哎。谢谢。结论结果是5-0，ですね。好难过。
但我觉得是更新很难过耶，真的没有难过。他刚问我说：“你第一次做便当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玩？”就做完这辈子不会再做第二次。喂，谁害的？此生 only 这一次。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说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一次的便当呢都有跟Uber Eats 平台合作，对，所以我们会在期间限定上架。今天2月14号情人节当天上片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在2月15号到2月18号，大家在 Uber Eats 搜寻海梦M 包超人，然后呢，你们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贩售的便当了。那除了我们做的便当之外，他们还有卖唐扬炸鸡，还有里脊肉猪排等等，有各种很好吃的东西可以吃。听起来很好吃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要赶快趁这四天去支持起来哦。哎，没关系。把温暖送到你的心里。嗨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！Happy Valentine。怎么办？厨师怎么办？